图片发自简书 App 十九大报告对教育的要求，核心是建设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 上传中，请稍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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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片发自简书 Ap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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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传中，请稍后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 图片发自简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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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。